ある、ある、有、存在、exist、have、meaning、ある、ある、意思是有或存在。无论你是描述某物的存在，还是某人的拥有，这个词都能派上用场。此外，在日常对话中，它可以表示某物的存在或某人的状态。因此，灵活运用这个词，不仅提升你的语言能力，也能让你在不同场合中更自如地沟通。现在，让我们来细分发音，帮助你更容易记住。ある，听起来像阿鲁，想象你在喝可乐时发出阿鲁的声音。跟我一起练习吧。场景一，你在问朋友是否有某物。その本はありますか？那本书你有吗？あります。有。场景二，你在描述某人的状态。彼は元気があります。他很有精神。练习挑战，今天试着使用这些词吧。ある。在日常对话中，无论是家人、朋友还是陌生人，勇敢地说出来。猜猜看，你知道。あります。是什么意思吗？